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精致漂亮的小波纹花样。这款花样编织出来极其平整，你看它反面是这样，其实反正面一样的纹路。这帽子、围巾、毛衣都是挺不错的，特别厚实。针法也很简单，它是三针一组花，我们片子的话就齐，三的倍数加2针编针就可以了。整个花样其实就是2行一个循环，下面就用这个小样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第一行，也就是正面行，编针，一下，我们这个左上一针交叉，也就是左边的一针交上面，我们可以这样织，织扭针，先织左边这一针，不要脱落，接着再织右边这一针，都是织扭针的。就重复这个组合，我们继续一下。先织左边，再织右边，然后同时脱落，继续一下。先织左，再织右。一下。先织左边，然后再织右边，就重复这个组合，一直循环直到最后。针法很简单，但是成品效果非常不错，很平整。一下，先织左，再织右，一下，先织左边。再织右边，一下，先织左，再织右，一下，直到最后都是这样织。你看，先织左，再织右，都是重复这2针。重复这3针，编针，正面行，这是反面行，其实反面和正面行是一样的针法，编针也就是一下，同样先织左，再织右，两边一样的针法，一下。先织左边，再织右边，同时脱落一下，一下，先织左。再织右，一下，先织左边，再织右边，就重复这3针的组合，一下，先织左边这一针，再织右边这一针，编针，你看反正面一样的花纹，针法也是一样，很平整，你就重复这2行循环往上织就可以了。你看很好看的一款花样吧，特别精致漂亮，也像一款小辫子，你就重复这2行循环去织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